Hello，大家，刚刚家里太冷了，我就换了一件帽 T。我再把扇存要回来一次，Charles，图图图，不好意思啊，大家，刚刚不是故意的，就是说，对，我换了一个衣服，因为我一天没开冷气了，一开就有一点，我不好意思，让我整理个头发啊，就是。一天没开冷气，一开有点开得太猛了。那现在关掉又会很热，所以我就先把那个衣服穿起来。以为我在南半球的，就是剩下的人少，来认真聊天。等一下，哎呦，宋存。Hello，哎，我怎么听得到我自己的声音啊？我是不是不应该戴耳机啊？我现在没有带，可是我现在网络又，我现在我的人还在连线中，然后你还在转圈圈，那你是听得到我声音的吗？我听得到啊，可是会不会因为就这样，所以会 delay 到，然后你听得到？不会啊，我觉得挺好的。你现在看到我了吗？看，我一直看得到你啊。可是我现在我自己还是一个很诡异的状态。真的假的？你现在是没有滤镜的，你要不要开个滤镜啊？因为我现在动不了，真的假的？还在连线。你不用躲啊，怎样都蛮帅的。有时候你讲实话，我也不太习惯。哎，聊一聊最近你现在疫情嘛，然后你工作的话怎么办？你觉不觉得我应该要出去再进来？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看不到大家，我还看不到可以自啊，己。可以啊，可以啊。啊，来。拜拜。哎，再找善存来一次。好，这样呢，我觉得这一次好多了的感觉，好多了。不错吧？哎，你觉得3级28号会好吗？你害我叉子掉，哇，你还有苹果？刚一关我就马上。这是我近期的第三桶水。哎，轩瑞来了，要不要找轩瑞？嗯，不小知道白他兔，愿不愿意？你给我问看看啊。那个账号 DERECKCTOR，你好，你好。他说什么？他要讲话吗？他说善成叫我名字。所以拒绝我的直播邀请。那你有没有叫他名字啊？我最近每天都在那个，Character。我最近每天都在那个全民 party，你有玩吗？我听你唱歌。真的假的？还嗯。有，轩瑞又叫我叫他名字。Hello，张轩瑞。我一桶水喝大概两三天吧，两三天。嗯，你是明天明天要直播什么？我，哎，还是那明天的还是个秘密，还没公布。哦，那有人知道明天要直播吗？我刚刚那个 KKBOX 一起听的时候，我有偷偷的告诉大家。是在 IG 直播吗明天好，应该是在 Facebook 吧。？Facebook。哎呦，可以啊，开放点歌，你们想点就点啊。因为我是想说，就是我们直播的人数控制少少的，这样可以比较好聊天。所以就挺好的，然后就随意的聊天。甚至你会想要抓人上来一起说话吗？我都可以啊，今天哎你呦，主场，你没有，决不定是就我主好。场，我只是觉得很久很久，你知道现在就是这样。你几天没开直播，就会觉得啊，好像好久没有跟大家聊天，然后就会想要，还会就想要开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话，聊聊天，讲讲话。喂，你这样子还算是很久没开直播，另一算是我近哎，期见过就是直播圈的数一数二男星。
没有，就没事做，不然不直播要干嘛？你说每天在家看剧，没人讲话。我除了直播以外，我都好像在新闻上看到你，我就觉得与有荣焉。荣个屁啊！我觉得听到一个蛮好笑的笑话，但是我忘记叫怎么讲了。那天听到的，不可能觉得 笑话好笑，就忘记笑话怎么讲。你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讲笑话不好笑。我本来平常蛮幽默的，但一讲到笑话就不行。哎，不行。没有，你要讲笑话吗？没有，在看大家的留言。不然你唱嘉宾啊？最近我一直听到有人就是想要听嘉宾，但因为嘉宾好难谈哦，我也很想要唱嘉宾，但是我每次在全民 party 上面，那个每次都会唱完，觉得自己很害羞。嘉宾，那你原本预计要开机的戏怎么办？就延后啊，再往后延。今天我才跟导演通完电话。就是怎么可能要七，现在就可能要七月底吧，我猜啦。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在底下就是留你们想问的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是那种很难回答的就算了，就是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像善存也蛮有想法的，我们可以趁着人少少的之后，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分享跟讨论。我们就大概播个半个小时吧，半个小时，然后就差不多关掉了。为什么会卡成这样？很卡吗？底下的人很卡吗？刚刚你有点卡、欸，这次不是我、哦。刚刚你我现在卡吗？偶尔会转一下，现在不会。刚一点点。会不会是因为我戴耳机的关系啊？这样呢？这样还卡吗？没有关系吧。这样呢？这样还卡吗？我看是不会，不会，那就好。我去看你前几天有直播啊，你跟你的队友们有一起直播。嗯，因为前天是嘉威，他之前十万，就粉丝过十万的直播，他那天很感动哎、欸，他帮我们三个人，四个人还有加世安，就他帮我们四个人点晚餐。送到我们家，然后我们就网络群聚这样子，网络聚餐。嗯，他帮你们四个点，然后你们在直播聚餐的时候边吃，对对对对对，蛮有趣的，蛮好玩的，挺有意思的。他还帮我点了健身餐，你看看他。哎，你说最近我直播最狂，应该是管宁直播最狂吧？天天都看到管宁在直播上运动。毕竟管宁他有他的频，他现在有在看吗？他有在看的话，就要上来。帮大家讲解一下，他现在是高手。管林啊，说是善存长得好像朱豪。我本来有那个问以豪想不想一起播，但是以豪因为他作息，你知道他就是比较早睡觉，比较早睡，对啊，所以他就很难那么晚播。那我们其实就这么晚比较闲。我觉得我在家里关了太久了，脑子一直糊糊的。你会这样子吗？我第一个礼拜会，而且我第一个礼拜不止脑袋糊糊的，我觉得我整个就其实都在家里哦，都没有出去，其实什么事情都不敢。可是我觉得我的心情变得很烦躁。嗯、第一个礼拜的时候，那你是怎么调节的？就自己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特别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吗？因为都一样啊，我们也不能做什么，就是其实我们从第一个礼拜到现在生活应该都差不多吧，就是你也不能改变、我就每天，我现在就是因为在家里待太久了，我就每天睡醒之后先固定到全民 party 跟大家讲一两句话，完了之后一天就大概就是练吉他。哎，我把电子琴也搬来家里了。真假的？我想把钢琴学起来。你不要
你不要在家里用个录音室吧？那是还太远了。我想说趁着疫情嘛，然后很难得可以有，其实就真的是很难得可以有这么长时间的自己的时间，然后我就想说在一些你没有办法去外面的时候，在家里自己精进自己。但是其实我真的觉得钢琴跟吉他不太一样，欸，钢琴自己学好难哦。我因为我们刚聊到我重新开始学电吉他嘛，也是完全，虽然它的指法那些一样，可是弹的方式稍微不太一样，我就等于我要从头练，而且我要从乐理那些开始学习。我们会不会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两个其实可以完成一首歌啊？这是丰富的歌啊，钢琴、吉他都有了。我们可以一起唱一个类似像《记得爱》这样子的比较走心的歌。我觉得我们还唱这种歌应该是挺有意思的。那你钢琴怎么学的？你自己上网找？然后我就问朋友啊，然后他有跟我说一些基础的东西，然后我就自己摸，还摸不是很明白。有人问我吉他怎么自学，我觉得吉他真的很简单，吉他是你就几个基本和弦，然后呢把它组合都练顺了之后，再配上一调夹，然后就可以弹很多很多很多歌。对，对啊。一开始我们弹吉他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互相要，我觉得做每一件事情最重要都是要有伙伴，就是要有人跟你一起对这件事情有兴趣。其实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这样，一开始都觉得很难。我刚拿起吉他的时候，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说什么吉他很简单。我一开始也觉得怎么这么难，然后手怎么这么痛。对啊，因为我发现我以前小时候家人强迫我在学钢琴、学吉他的时候，我自己没兴趣。我那时候只想打棒球、打篮球的时候，我怎么学我都学不起来。那后来长大之后，自己开始自己真的想要把它学会之后，就变得它也没有变得比较容易。但你就忽然间吸收的比较快，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是要自己愿意才会有好的效果。嗯，要真的喜欢了。其实我觉得真的不用别人逼啊，就是你，而且可是重要的是，就是当你喜欢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就是你要开始做。因为如果你没有开始的话，你那个喜欢就一直只是喜欢而已。对啊，对啊，就是喜欢了半天，喜欢就只是喜欢而已，还是要有一点作为。那你觉得28号之后有可能就是说解封吗？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还是有可能。但其实另外一种可能是你解封之后，如果状况不好的话，你很有可能又要回来。嗯，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生活方式，大家养成习惯吧。嗯，因为说真的，现在其实也没有很严格，就是他没有严格规定我们不能出门嘛。可是我们这种小心，因为现在其实最大的区别其实也不是出不出门嘛，是很多店没开啊。对对对啊，你变得说你要出门，那你出门要去哪你也不知道。对对啊，所以就是希望是可以赶快恢复正常了。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就是健身房。对啊，好想要健身哦！我快疯了，在家里健身快疯了。在家里健真的很有限的，我能维持就很感动。你说你要突破太难了了。对。哎，好久没看到你哦，什么时候要再来我家玩？你再去接个业配啊！那得看金主爸爸。得看爸爸。给不给机会？而且我看到，哦，你不止正常的发了，你连没过的都发了。对啊，因为我其实觉得没过的挺好看的，啊。很想发，你很想发。我就觉得黑色的衣服那个发的挺好看的，自拍的挺好看的。因为毕竟，如果想法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怎么办？我觉得想法很多蛮好的，啊，只是说，你可以从你的几件特别想要做的事情里面去选择一件两件你真的觉得你很想完成它的，然后去着手去执行一些你特别有兴趣的。那兴趣有分等级嘛，最有兴趣的先去完成它，然后你有多余的力气再去做别的事情。对啊，你一次完成太多事情，什么事都做不好了。
我一开始就是这样，那时候这个那个想学，这个那个急急躁躁的，然后结果什么好像都没有真的学得很好。安静下来蛮重要的。安静的没这么快。你是不是想善存？怎么对付三分钟热度的自己？善存。哇，其实我，讲到三分钟热度，这个也是我去年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其实三分钟热度没有不好。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知道我自己很三分钟热度，但不是，当然不是说我会没兴趣，只是我很容易对新的东西产生兴趣，然后我去做了之后，我就会把我所有时间都投入进去，然后可是我要碰到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又会转移，但只是那个热情的时间点，我会一直换，然后那个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这样子是不是，有点半途而废啊也好。就是自己会有点指责自己，然后直到后来那个老师跟我说，其实三分钟热度对我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不要把重点放在你专注的时间短，而是你喜欢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投入了100%的热情，所以你当下对那个东西的完成度是很高的，然后也是你当下能够做到最好的样子，所以你把它做好了之后，再去做下一件事情，你总有一天你会再绕回来，然后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也会互相搞。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么多事情。因为其实很多人问我们问题，但我们也不是一个真的说是老师，或者我们真的活得很通透，其实就是分享一些我们自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就是只是从自己的立场去出发，所以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好的，适合自己的方式，不一定要参考我们的。我们只是在这里，其实我们就好像说，我们两个自己在家里 FaceTime，然后 FaceTime 给大家看而已。对，我们日常其实就是这样子在生活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确实就是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这样子对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有时候道理我们都知道的，就是你们肯定也知道，只是有时候我们都会需要一个人去 push 我们，去相信那个就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对因为常常是我们自己不相信那些事情，所以我们不敢行动。但是有个人只要就是告诉你说他相信你相信的，那你就会去，对，然后就你就有做。些，我刚刚在底下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就是小朋友而已，什么通透？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到通透。通透这件事情跟年龄也无关，你可能活到五六十岁了，你也不通透；你可能活到20岁，你就已经足够通透。当然，这些东西是要时间跟历练去形成的。但有些人在20岁的时候就经历了人生很大很大的难关，有些人到60岁才经历啊。所以说，每个人分享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其实就是，参考参考啊，也不要一开始就直接的排斥。我觉得善存讲的挺好的呀。我要付钱，他说：“图你的头发长了。”确实，我从开始封的是前2个礼拜就没剪了，到现在已经超过1个月了，我快疯掉了，我变蘑菇头了。有人问是什么星座？我是狮子座，上升狮子座，我两个狮子，然后我的月亮是射手。我是水瓶，上升水瓶，我们两个真的是很极端。我们两个是一个超极端的星座，所以就是某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是一个很互补的状态。就是我就像今天，真的我其实很开心，我们这个直播可以有一个小小部分的群众，然后大家可以听我们聊天。就是我们的性格就是这样。我很冲动，他很冷静。那他在很冲动的时候，我反过来很冷静。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一定要有伙伴，伙伴很重要，要有这样的人存在。博渊，他说你们感觉都变壮了，他很会说谎，壮个屁啊，好瘦哦，好瘦啊！真的好瘦哦。如果有一个工作你很不喜欢，但又不得不做，怎么办？你觉得我，有个我就方法？举例我上一个工作，我在内地拍一个电影，叫《阴阳师
还没上，阴阳师一上了，二没上。那这个工作我都很喜欢，只是唯一里面有一个部分是要我剃我的发际线，我要把我的额头剃得很高，因为这样戴头套才会好看。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工作啊，工作就是只要它是工作，基本上都蛮能接受你呢，上传？对，其实我在工作上也没什么不能接受的东西啊，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因为前提是我们都选择我们喜欢的工作，所以在喜欢的工作里面，应该就已经排除了大部分你不喜欢的事情。但我觉得，如果有些人生活上是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是为了生活的话，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辛苦，然后我也很敬佩你们。因为我觉得这种选择并不容易，但是因为人生的路很长，我们都还是会尽量希望大家找到自己，对了，喜欢的事。其实不管任何职业，工作就是为了赚钱嘛。那，就是首先我们讲肤浅的，就是为了赚钱嘛。那你想赚这个钱，有些时候有些工作上的难处是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也就尽量妥协啊。我跟善群有吵过架吗？我们两个有吵过架吗？哇，我们不算吵架吧？我们以前是，就是以前我觉得怎么有人可以这么自恋？你是在挖坑吗，涂善存？你以前也应该觉得怎么有人可以这么藕包啊？也是啊，也是啊。对吧？因为我们刚开始我们在飞鱼前我们就认识了，只是那时候很不熟。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生活也不是同一个圈子的嘛，我们只是就是中间有共同的朋友认识。那我觉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见面在哪吗？你家对，第一在你次家？善存，我跟善存见面。我不认识善存，朋友就把善存直接带到我家，我完全不认识善存。我说，我这怎么来了一个陌生人？然后朋友就跟我说，这是善存。你讲这些事情，我要平反的哦。明明就怎样？是 Sam 打给我，他说：“你在洪轩家？”我说：“不要了，不认识。”我又听到电话那一头有一个人说：“来就认识了。”他对，说：“来就才认是识吧。的。哎，只是很猛哎，直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家里认识，还蛮酷的。蛮酷的，蛮酷的。然后一来就先呛我二 K，他超级强。我想，这个人是真的是没有遇过高手吧？然后我们两个就切磋了一下，一切磋就是7年，六对年，对对，我们就这样输切输到赢赢现在到还没现分在，出胜还负，在输输赢赢，到现算是在我都还 2K 里面在少切。数可敬的对手。是，你是蛮可敬的，因为我一般都电阿义，就是介绍我们两个认识的那位朋友，50几分。他现在再看的话，一定想上来。他现在火很大。轩轩，男生朋友多还是女生朋友多？我基本上都是男生朋友，哎，是吧？你这个脸是什么意思？是吧？我说日常会出来玩的都是男生朋友啊。我觉得，你的朋友一定是男生朋友多，但是如果你跟其他男生相比，你的女生朋友算很多。那我就无害啊，我又不会你对人无家怎么样，害。我又不会对人家怎么样。也是啊，也是啊，我都这哎，这是绅士怪对兽。我而言，我一开始决定他是朋友，他就是朋友，对吧？你自己知道的。这个是没错。对啊，我如果开始我就说一见到这个人就觉得哎呦，我觉得挺好的，我就会不会只是用朋友的角度出发，你又对，不知道。你的感受就是你的第一眼感受，其实是很，就大家都会清楚的。对啊，不管多久，如果我第一眼看到他，我是喜欢他的，过1年2年，我还是会喜欢他。就可能中间大家有各自的对象，但那喜欢就会浅浅的存在嘛。那就是我就是这样。就是当大家都单身的时候，那个感觉又会浅浅的存在，不是说我有女朋友我还喜欢着她，不是这样。出事情了。单纯也是吧，你也是属于一见钟情吧？我就会，我也不一定是一见钟情啊，但是我喜欢也会摆在心里摆很久。就我以前也有喜欢别人，喜欢个2、3年都不讲，然后他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之后，我就是看着这样子。哎，但是说实话，你以朋友的角度去说这件事，跟我相处是很好玩的吧？我每其天那实么多鬼点子。说真的，我以前不懂，但我现在蛮，就是我这几年蛮享受的。
是不是？我觉得以前不懂，像是我们以前还小的时候都就是差距太大，我们都太极端了，然后也是边长大边知道就是拿捏，然后就觉得其实好像对方的世界也很有趣，对啊，嗯，对啊，就是一开始我想，一开始我在跟善存这么好之前，我想这个人有毛病吗？什么事情都什么事情怎么都这么认真到就是非常夸张，后来就发现这是他可爱的地方，后来我就会刁他，我就会说嗯，这就是善存，他就是什么事情都很认真。认真，他就，我跟你讲，我知道怎么举例善存了。善存就很像大多数的网友，看到什么都超认真的。哇，你这个举例很烂哎，你的举例很烂。我算是一针见血吧。你真的是举例很烂。怎么样？算是一针见血型的吧。大多数的网，所以你会喜欢大多数的网友吗？好，换下一个题目。有人说怎么可以，怎么可以更正能量哦？哎，我跟你讲哦，我觉得我这个人没什么优点，但我的优点就是我很容易满足，就是很容易满足，这一点会让我一直很快乐。然后，当你容易满足的时候，你拥有的东西也会比你原来想象的更多。善存，你可以印证这件事吧？就是你一直以来看我，我都是不管是你看过我一些很糟糕的时候，你也看过我很好的时候，但是你都发现我的状态都是一样，对不对？对，对啊，我一直都会，我都可以在一些烂事里面找到他可爱的地方。我觉得这是我的小小优点。对，我很知足吧，我很知足，因为很多人都会讲说：“哎呦，你这么容易乐观开心，就是你无知。”但我之前有说过，这不是因为无知。是因为我在这个当下，我知道我拥有的已经是最好的，就是这个仅此这个当下而言，我现在拥有的已经是我能够拥有的最好的，所以我就不会太计较太多事情，我不会说我今天开一个，好，假设说我开一个 Lexus， 我去羡慕朋友开，可能 Aston Martin 或者兰博基尼，不会，我会觉得 Lexus 已经是我这一个阶段最棒的东西了，对，其实。我觉得你有个超级大的强项，但我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想学的，只是大家没有那个胆。但我觉得你天生就具备，就是其实我也会知道你有低潮的时候，但是你调试的特别快，在我看来，而且我不会把情绪给你们呢、啊。而且你的时间特别短，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像拿得起放得下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对很多选择，就是即便它得来不易，但是你知道你要去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快的把它放着。然后就头也不回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在这件事情里面的不如意、不愉快，跟这件事情无关。那当我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的情绪是仅此这一件事情而已，就是跟这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不会去把情绪，就像我今天因为这个人心情不好，我不会因为我在这里不开心，跟你相处的时候把这个情绪给你，对吧？你在笑什么？你所有都好，就只有这个缺点，你会把情绪带给别人。我不会带给亲近的人，像你。你有一次把情绪带给我，我一定要把凯抓上来。我从来没把情绪带给凯过。你知道，我现在不敢邀凯上来，我很怕被呛喷众生呢。他就会呛喷你，这个也是呛喷。但是我是真的，你算是真的，你很少生气，但是你有时候生气的点会莫名其妙。对啊，但是你真的很少生气，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点，那个点我也自己说不明白，就很有可能是别人惹他，我就被骂了这样，所以我也不明白。哎、欸，但是我觉得好的朋友是这样，因为你看哦，我在你这边，我可能会让你看到我很多自己的不好的面相，那是因为我已经在你这个领域里面我很放心了，所以我知道我可以跟你分享我在这个地方的不愉快的情绪，我觉得我可以分享给你，因为我觉得你是可以理解我的，对吧？对，所以我，但是我不会用这，我会把这个情绪延续到你这边跟你讨论，但我不会用这个情绪去跟你说话。对，我觉得我就想到我们上一次就是那一次吵架嘛，就是我觉得我们超酷的，就是其实我们中间没有什么沟通，
然后我知道、我那时候知道好像你可能会别的事情不爽，然后反正我觉得现在不是跟你讲话好时机。你还记得我们就什么都没讲、我们隔天就在一起出去玩。对啊，我们又一起去露营啊。对，我们什么都没有讲，隔天就一起去露营，然后在露营的山上我们就聊了一下，然后就没事了。对啊，就是那次我们其实是我们认识到现在吵最狠的一次，就是有史以来。因为那天你本来要住我家，我直接说我不要跟你住在一起，对不对？对，然后你就说好啦，随便你啊，那这样就不要联络啊，砰就把我电话挂。然后想说哇，这个人屌了。然后后来凌晨的时候，你又讯息我说，那这样明天录音怎么办？然后我说随便、你不要去就不要去。我那时候也在情绪上面，对。我说好，你不要来拉倒。然后结果我们隔天又见面，对，隔天又见面，真的是巧。也很小，等我一下，我拿个水。好了。哎呀！但是还是要说感恩相遇啊，很开心在我。长大之后可以认识图图图，他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好朋友。感谢你，凯在这直播间啊，凯不在这直播间，对不对？凯现在不在，但是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对啊，有没有可能你一进来就进来？在那时候，他不在，有看直播的人不要讲哦，我准备了一个超级大的生日礼物要准备给凯，全部都不要讲哦，在这直播间里面的都不要讲哦。你有心哎，我天哪！还有，哈哈，你是变态吧？你为什么要写卡片给人家？我一般都会走这个路线的吧？我怎么就没有拿过你的卡片啊？怎么你没拿过这个？卡片、欸、图，我说卡片，我送你的东西还有指这些吗？我说卡片，哇，超重！你知道我今天去搬这个东西，哇靠，重喷重身啊，超重！我扛回来都半条命要去了。原来你防疫期间变得那么软弱，瘦弱无力啊！你知道我扛了多远吗？这一大箱我扛了1公里，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车子不在我身，不在我这里，我车子在新店嘛，然后我骑着 Wemo 这样子骑去买礼物，然后呢，他现在不在吧？靠北，他进来了，不能讲了啦。好，反正他刚刚没看到是什么东西，我骑着这个东西去载这个超级他妈的巨大的东西，然后很重，然后给我这个东西的人还说，你好，你是骑 Wemo 吗？我说吓坏了，我说对啊，他说那你要怎么载啊？然后我就说就试试看啊，然后我就在那边瞧半天，你知道吗？我把它放在 Wemo 上，车就砰这样就一要倒的。我说算了，我用扛的回家。我从忠孝复兴一路扛回家1.4公里，好想知道这是什么。凯，你明天就知道了。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因为我不确定明天会不会开直播。好可爱哦，真的，我真的重喷重身啊，比我去健身扛的哑铃都重啊。而且提示，我把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全部都买完了。我用黄金跟你交换是不是？真的，我把那个地方的这个东西全部都买完了。提示到这里结束。所以那箱里面是全部都是同一个东西？不是，不同，它价钱都不一样。What？ 我跟你讲，这一箱有几公斤？哇，凯 ，Hello， 喂。这一箱有15公斤，帅喷众生，很感动，超重，有没有一点感动？你刚刚没看到吧？
我猜应该是你业配的产品。我花钱，我给你看单据。不可能吧？哎，刷卡刷卡！我看，近一点，近一点。我把金额遮起来好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什么？这是他业配拿到的那个收据。咦啦，这个哎。这个字是花旗银行好吗？花旗银行合作金库，你又接了新的业配啊？没有啦，有人找我聊，哎、但是我有问几个朋友，大家都觉得还不错，这个礼物蛮炸的，我很期待你的生日凯，已经剩下24小时了，希望赶快到你的生日凯。明天我就会自己找一个时间，我不会让你知道，毕竟防疫要有社交距离。我会扛过去放在人家门口，然后拍照发给你说生日快乐，然后我就走了，然后你自己慢慢猜。我要讲一个事情，不只是这个礼物他妈的超重，我先扛去哪？我先扛去文具店，我先扛去文具店买那个包装纸，因为我买了一堆包装纸回家，然后。搞了半天我弄不好，不知道包装纸怎么弄，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收尾，我就把它再扛去文具店，然后呢请他帮我包包这个东西要80块，凯我再跟你凯记得80记得哦。你要跟他收80块的。包的东西要80块，然后包完之后再扛回家。我还蛮期待你收到的，而且你一定用得到100%，我想了半天这是你最缺的东西了。Yes， 真的。Hello， 你还在吗？你是不是断线了？他感觉没有开心，也没有想知道是什么。哎、欸，真的啦，我想很久哎、欸。你看你什么都有了，我真的不知道给你什么哎、欸。开始睡着了。你的鼻血还好吗？没有，我没有爆，我没有自爆，没有人知道什么。不是不是，你们都不会有人猜得到的。我只是觉得他很酷，所以我就那个，刚刚只有我跟善存直播，我还确定凯不在哦。就我就说吧，一拿出来凯就进来了，就看到。没有啊，我说的是给大家看一个外包装哦、啊，它内里面我都没说、啊。凯现在是有点就是感动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吗？对他等一下就。我刚才在尿尿，我在静音。我刚才静音，我在尿尿。哦，你刚刚那个脸是在尿尿？怎么了？所以你的低头是在看自己的那画儿是吗？我怕尿歪。所以你在、啊、是在看自己的那画儿？没有，不是那画儿，是那墙。而且你很嘻哈、欸，你尿尿还拿着手机进去尿。不是我怕。对啊。你算是很尊重这个直播间。他很尊重你，你知道吗？他让你觉得你有一个讲话的对象。我很感动，好吗？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我在敷衍，所以我决定就是，但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大家，不想要听到我那种咕噜噜的声音，瀑布的声音。OK， 哎，善存，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都有看到你，常常在就是 IG 上，或者是隔天的 Facebook 的影音平台上。哦，不需要从那边看到我，我们需要等一起。哦，一个打个篮球，好打篮球。对，你们篮球最需要的是我，真不需要，有你也扣不到球，怎么可能拿到球？对，我们是打配合篮球的，我们不需要一个、哦，你知道，不需要一个组织进攻型选手啊，不需要一个只想要投三分的选手。哎、欸，我三纯帮我讲了两句话，三纯。我怎么应该帮你讲？但关于篮球，我真的没办法帮你讲。我的进攻效率偏高吧？等一下，我的进攻效率偏高吧，盛淳。你的进攻效率是用我们大家的好心情换来的。闭嘴！我洗手了。哦，洗手了，洗手了。真的是，我真的洗手了。居然，我看我刚才那个另外直播间跟鼠鼠在直播。真的假的？对对对，然后呢？我洗手了，好，就算大家觉得我手没有洗，对不对？我拿鼠鼠的喷雾可以好好的清洁我的手部。哇，鼠鼠很帅耶、欸！鼠鼠是这个特效吗？
明白吗？干干净净啊，干净净，干干净净，干干净净，干干净净。我刚刚跟我讲，数数真的很夸张。嗯，虽然这些都是浮云啊，我说过了，这些数字都是不要管的。我常常讲，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呢，你看我现在直播哈，不是有一千一万七或两万，会偶尔跟会有三万人吗？对，嗯。但我直播的快乐的程度，跟我那个时候帮孙盛熙吹演唱会票的时候，只有两千人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哦，那天我也在，完全没有改变。直播开心的分享你当下的事情，跟你想宣传的事情。对啊，对，四万人、五万人、一万人、两千人都一样。那一百万跟两千人一样吗？凯，我觉得其实差不多，就是你要真的做你想要分享的事情。如果你为了数字而去改变你想要分享的事情，就完全没有意义。啊哈，你只是宣传你想宣传的事情，然后让更多人知道是最好的，那代表说你要自己。Yes。 对，不要为了数字改，你为了数字改变，你会变很奇怪。我如果要为了数字的话，我现在就买一个磁铁吸，就边洗澡边你们跟着你们直播。我很有会至少破三万吧，基本是有三万，是吧？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就是你要分你我两千人的时候，真的也是直播的很爽。那有人就问凯凯，那为什么要 YouTube 的银牌？银牌的虚荣心，但是我拍摄的内容不会因为我想要银牌而去跟我。如果真的要，我可以把演艺圈一些肮脏不是肮脏啊，一些我经过的一些不好的人，我可以全部讲出来。哇，那一定炸掉，变得我的影片一定炸掉。嗯，不用这样，没有意义啊。对，嗯，挺好的。我觉得凯凯他就其实我觉得你的无题就是你自己本人的主题了，就是你每次什么都不用想，那就是你自己的主题了。只我只是分享一些我经历过的事情，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这些经发生什么事情就跟大家分享。那你们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们自己要自己去体验。嗯哼，是的是的是的。就我喝一下我的葡萄汁哦。我喝一下我的橘子水，橘子汽水。哇，超久没打球哎、欸！你上次跟善存打球应该已经半年了吧？超过了，我善存。我们上次是在运动中心吧？啊、哦，运动中心，就是那次你超对嘛？因为你后来去拍戏了嘛。凯有什么？我，你们的网络卡了，对不对？现在 ，OK 啊。现在 OK 了。你说我对善存，我对你发脾气，不是我说洪轩啊，洪轩那天我对你发脾气，就是那天我们先到啊，然后我没有接到你电话，然后那因为那天的场地的关系，你们不知道从哪里进来嘛，然后就一进来直接先喷我，我喷你，你喷我啊，那天我说什么，你就说打球就不接电话是不是？我心里想打球怎么接电话。不是、啊、哪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啦，是吧？是我们最后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是那，哎呦，凯断了啦！他的网络卡了啦。那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个喝的。好，这就是我长胡子的样子，各位。哎。其实按爱心好像也不会卡住哎、欸，好像也还好。我把凯抓再邀进来一次，按爱心也不会卡住。其实，凯凯刚刚把自己划掉了。算水回来了。嗯，如果我长胡子，我就变这样了。成熟的男人呢？你也想要凯进来？我不能乱讲话，凯进来我不能乱讲话。会怕就是，你真的是欺善怕恶哎、欸！怎么欺善怕恶？你算善吗？善存，你算善类吗？我算，我名字就有一个善，确定不算善类吗？
但是善存篮球真的蛮强的，嫉妒。你曾几何时觉得你比别人烂？在你心里三分球最准吧？你甚至可能觉得自己跟 Curry 一样准。哇，很开心你能这么认为啊！我是说你本人，我们就是这样啊。我当 Stephen Curry， 善存当 Chris Paul， 凯凯当 Shaquille O'Neal。我不是 Shaquille O'Neal， 你是谁？你是 Kenny Faree， 我是 Ben Wallace。哦哦 ，OG Ben Wallace， 我跟你讲，我跟你赌了，好不好，洪轩？嗯，这边的1.6万人哦，嗯，70%可能不知道 Ben Wallace 是谁，对，不是90%，确实。今天我在那个全民 Party， 然后大家就在聊手机型号，然后我就讲了一个 Nokia N97。哎，大家都不知道 N97 是什么，你们应该都知道吧？我是 N95。N95，N95，N97 口罩拍谁 ？N95。N95 是口罩。N95是口罩。那 N97 是什么？但 Nokia 一样有出一个 N95， 也有 N97 吧 ？N97 我不知道，那 N95 我有买，但那时候是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对，那时候很狂哎、欸、哎、欸、，Chris Paul 确诊哎、欸，什么？是吗？啊？没有吧？我刚底下有人说 Chris Paul 确诊被禁赛了。哇，那GG的太阳GG。哇，太阳每天早起的动力耶。欸、太阳真的是出乎意料，我自己强喷，强喷，强喷，强喷。他4-0哎，真是太强啊！我知道了啦，凯，你就是 Aiton， 然后他就是 Chris Paul。然后我就当那个 Payne 那个替补后卫。Payne 他发自内心想讲自己是 Booker。Yes， 他想我帮他补回来。对。Booker， 我当 Booker 好了。哇，凯凯现在滤镜很多哎。哦哦。哇。鼻血。哎、欸，这个鼻血我已经找不到了，这个滤镜已经不见了。我可以发给你。帅喷众生就好了。我有存帅喷众生哎，但我这里为什么找不到？你找得到，他的帅喷众生的头像是一个很像卡通的一个男生。哦。很显然不是这个。卡通的男生。为什么这里有一堆娄俊硕的这个、啊？娄俊硕该吃宵夜了，好好、哦，吃不胖的人真的很好、啊。我就要把娄俊硕抓上来了。哇，我今天健肩膀健到炸掉哎、欸！今天 Aaron 帮你健吗？没有啊，自己健。自己健。嗯。你自己健吧，自己健喷哦。但 Aaron 有教我要做什么动作，什么动作，什么动作。耶、yeah, ！哇，吃宵夜喽！哎、欸，小硕硕。小硕硕。你吃什么宵夜？不可能是玉子烧啊！不可能是吃狗肉吧？我的天哪，你很残忍啊！你们很残忍哎、欸，太残忍了吧！你发图不要这样子做啊！好饿哦，怎么办？哎、欸，我记得我们疫情前几次打球，我们三个都善存不在，善存那时候工作了，我们三个一起打了几次。对啊。对对、啊，最猛中锋凯啊！那罗斯说，你觉得洪轩的球技怎么样？洪轩猛啊，全场跑哎、欸！终于有人帮我讲一句公道话了，我真的这个晚上就在等一句公道话，你们知道吗？哎、欸，怎么样？刚的风向不是这样吗？刚的风向是这样。刚刚说我是什么三分自干王，我牺牲队友的快乐投自己的三分球。我就洪轩就是全场跑着自干啊。就是投自己的、欸，我是苦力活好吗？我是苦力活，你是苦力活，没有啦，我就问你一句啦，你的手机里面有多少没有 PO 出来，然后投了都没进的影片？哇，你就只 PO 那些投进的，因为我的容量有限了，没进的基本上删了。王轩，你是苦力活，
对我跑来跑去的鬼火，你是属于防守型悍将。那为什么每次打完篮打完球之后，全身 OK 的都是我？哎、欸，我跟你们讲哦，我帮凯讲一句公道话，因为凯他有最近开始健身，很粗壮，然后呢，他又扛中锋的位置，基本上他一个人在篮下，一个要扛三四个人，然后就这样砰砰砰砰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然后全身 OK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在旁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每次打完球，手臂都是血。对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扛三四个吗？你都用蛮力在打篮球、欸，超猛的，超猛的。凯真的很粗壮，但我们真的粗，凯是真的粗。我们 有说好不打脸，因为脸是这个我们的身材工具嘛。对啊，我们有说好不打脸。凯每周这样，哎哎哎哎哎，这样，哎，对，哎，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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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不会。你来一个，哎，对，那个、那个中低音的部分，中低音的部分，用胸腔共鸣在喊的，对对对，哎哎，对，我操，可以，你这个声音完全可以跟金鱼打招呼，哎，这样子可以，这样可以得到裁判的青睐，对，可以可以很到犯规，对。好久没打球，好想打球，真的，哎、欸，真的、哦、打球，好想打球、哦、我的腿快要比我的手臂还要细了。啊，俊硕，怎么样？健个身吧，俊硕。健身啊？我今天原本要健的，我今天放弃了。不然我们下次哎。欸你有下载那个 Zoom 吗？有啊，我们下去用 Zoom 健身啊。Zoom 可以开着一起健吗？可以，就是我跟 Aaron， 他好像一次可以多少？很多人好像八九个吧。哎、欸，好像可以耶，哎、欸，可以耶。然后我们就然后动作，然后我们就做我们的哑，然后他就带我们做每个动作，哑铃跟那个拉力带。对，比如说，反正 Zoom 可以很多人，就他先做，他做完之后，他看着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动作。哎呦。对，谁不标准或干嘛，他就马上提出来。哎、欸，这样好像挺不赖的。对啊，我们用 Zoom 吗、啊？用 Zoom 来健身，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今天跟 Aaron 就是用视讯健身，很屌。哦哦，你们今天已经试过一组了是不是？对，就是我今天是练肩，然后他调整的蛮好的，角度什么的，他一调整完，那个酸度真的差很多。哦，自己做的时候会偷懒一点。不是偷懒，自己做会觉得各种代偿。对，但后来发现他一调一个角度，就发现哎、嗯，我的斜方肌的使用比少很多。哎，但是说实话，凯健身的第一天我也在，跟现在的身材真的是差蛮多的。我明天发一张照片给你看，我等一下就可以发给你。你有一张照片在我手机里，超壮。他那个时候很练呢、啊，很练，真的很练。你确定你要再又要发照片吗？不要乱发照片惹人家生气。等一下，你小心啊！你没礼物送不出去，我跟你说，凯天不理你。你在想来吗？不是，不要发照片惹别人生气啊！我还想说，涂善存怎么偷交女朋友了？讲什么啦？不是，我本来是已经跟 Aaron 说好，我就是要开始认真，然后戒酒，然后吃东西都给他调配，然后开始健身，然后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才遇到这个，才半个礼拜。我也是，我跟你差不多时间单集了。我也是，我凯一定又滑到他的滤镜了，你们要不要信？我跟你们，他一定滑到滤镜了。滤镜看起来超容易滑到的，对，超容易的，他一定滑到滤镜，100%。滑到滤镜什么意思？他要换。我100块，哎、欸，你们欠我一人欠我100哦。我干嘛？我欠你100块，哇！谁跟你赌、啊？一人欠我100哦。凡凡听着有份，凡凡你100哦，这样是300哦，凡凡。我没有说要赌啊，我知道他滑到啊。这样300哦。你是不是有毛病、啊？哇！他又滑到了啦。他的大拇哥很粗壮哎、欸。
凯文说有人有推荐新手机吗？你可以问瘦子，瘦子应该直接寄一支给你。但是凯凯有他本来要执行一个长时间直播计划，他其实有多买一手机。凯凯，你的大拇哥还好吗？我跟你讲，我没有滑到，不然嘞，你是当掉吗？我手机过热 again。你现在是哪一只啊？我刚刚是用我的原本的手机，结果我正准备，为什么我这只都不会过热？我不知道，而且我是已经这一个月来第三次了。好扯，我看吧。我原本 Pro Max， 我原本是要去那个玩具间跟你们玩一个就是无聊的梗，就是老俊说旁边有个女的，我旁边有个女的这样。我正准备要弄的时候，他就跟我显示手机过热。凯的玩具间很正，可是你要自己配音哎，没有声音哎。没事嘛，反正你帮我讲一下嘛。你要来一段，来一段吧。凯。Baby， 你不要讲话，我现在直播了。你照我一下。哦，终于看到了。Baby， 不要讲话，这样大家都会知道很麻烦了、啊。Baby， 你 Baby， 你 Baby 的脸很臭。他脸太臭，我不会配音。不是，因为我一直直播没有陪他，我 Baby 很不开心啊，很烦、啊。Baby 觉得今天难得来找你，一直在直播。对啊，他武器都拿在手上。天，真的，他扛着破口的那种风险来跟我直播、欸，哎，不是跟我直播来跑来找我们。哎、欸，如果 baby 忽然就这样子，然后这样动起来，他如果忽然出生了，你会怎么办？好可怕哦！啊，他如果忽然就这样子不动，忽然骂干，你会怎么样？马上跟他舌吻，马上跟他舌吻。哎哎、欸，说真的。说真的，一点都不可怕，很炸，一点都不可怕、欸，很炸、欸，直接我炸掉，赚到，真的，我会这样，啊，我可狂打击这样狂打，你是这样子吗？反正不犯法，反正不犯法，对。然后凯杰推出直播，真的是认真打击，真的推出直播，推出直播，而且我会发一个官宣，就是我交往了。哈哈哈哈哈！认真拉起来。对啊，大家不要再问了，我有女朋友了。OK。以后就是每天直播就这样狂这样子拉喷。对，以后我们就一起，我们就做。以后我直播都是斜的、啊，我一直跟他一起直播这样。然后他姿势就这样。对，他姿势就这样，一直维持这样。刚才太好笑了，什么叫狂喇？哎喂，太好笑！神力女超人这个不喇不行吧？哇，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哎，那个真的做的超像，那个哎，那真的做的一模一样，吓死我了！好猛！我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看到。超人本人真的是愣在那里，把他的毛孔全部看一遍，太扯了。不好意思，那个叫神力女超人，不叫超人啊，女超人本人这样。嗯。善存也有自己的那个、啊、玩具啊，善存给他看那只猪猪啊。你有病是不是？善存有一只自己很可爱的玩偶。没有，那是就是 Vicky 姐，她代表 Vicky 姐，我总不能对啊，哎、欸，而且是一只猪，神力女超人是一个很正的人呢、欸。哎呦，老哥现在要尿尿是？没有，我拿东西吃啊。为什么老哥你可以一直吃东西，好好哦、啊？哎、欸，你对你现在还在戒酒对不对？我没有戒酒，我在节食。你不是戒酒戒到你的生日吗？啊，对，我忘了，对，我刚才想起来了。凯知道你是早就破戒啊？那边我第一次，虽然我跟你就是在凯他们家的酒吧就见面后，然后那一天凯说他戒酒，然后后来我们就喝了一点，然后就说好，今天喝完要戒酒。结果隔天，然后我们就有人说，哎、欸，轩，今天凯去哪？
然后就说哦，凯就喝酒。我跟你讲，凯戒酒算是一个口头禅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戒酒，戒酒。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因为我真的太胖了，我想要戒酒，但是你知道人生很痛苦，你戒酒很。啊，我给你看一个影片。好。哇，这边有两万人，好可怕！算了，就这样吧。等一下，你想放什么？你想放什么？该不会想放弃了吧？放了需要道歉的那种。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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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讲的话。啊。哦，我知道这个了。任何人跟我说酒不好喝的那个，来了来了来了。我有那个影片，我有收藏。Eight people who don't drink. Never met an interesting person in my life who didn't drink. If you don't drink, you're a boring cunt, and all your stories suck. All your stories end the same way with, and then I got home. No one gives a shit that you've been promoted at work, and no one gives a fuck that your kids don't have bruises. Ever ask a non-drinker why they don't drink? Same fucking answer every time. You go, why don't you drink? And they go,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it. Nobody likes it! No one likes the taste of it. We drink because we fucking have to. No one has ever had a shot of tequila and gone, oh, that's lovely! Ooh, that's lovely! Next time I'll have that instead of pudding. It's so Moorish. We drink because life's shit. And you gotta do whatever you can to get through the fucking day. 哎，凯，你觉得他在录这个脱口秀的时候，他是不是喝醉了？应该还好。我觉得他应该喝醉，因为我这个也看了好几次，我还收藏起来。OK， 好，很多人说是反的嘛，反正就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喝酒呢？不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喜欢喝酒，很多人每次问别人说为什么你们不喝酒，我没有在提倡喝酒哦，就是真的不要喝酒，因为喝酒很伤身，是认真伤身。我是这个实验，喝酒伤身，但是呢，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不喜欢喝酒的味道，没有人喜欢酒的味道，酒真的是不好喝。但是有时候人生遇到一些很麻烦或是很挫折的事情，我们能做的事情只有喝酒。对，因为我们只能作为合法的事情，对，酒是合法的。小酌怡情，小酌怡情啊！每天小酌一点点，对身体是好的。我听说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嗯？这个、哦，就是一些偏方。哎呦！呜呜呜呜 ！That's lovely. That's lovely. 一些偏方。哎，罗先生，我问你哦，你一开始接笑唱的时候会紧张吗？你紧张会来一点小？哦，哎，我是紧张到我上台前我会去厕所吐那种，真的假的？我超紧张的，到吐哦，吐啊！我真心去吐，哎，就是我紧张到我那个胃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去吐。那你现在应该适应的差不多了吧？现在差不多啊。现在其实还是有些场合会紧张，比如说那种巨蛋的典礼的表演啊，或者什么的，就是大型的表演的时候，或者是别人的场子的时候，别人的演唱会的嘉宾的时候，还是会紧张，多少会，就是自己不熟悉的场合，还是会紧张。我没有那么有自信哦，不像凯。那你会喝一丢丢，让自己放松一点吗？欸，可是喝酒真的有效。就是喝完真的是会比较放松跟比较嗨一点。我有几次是去夜店表演的时候，可是去夜店表演的时候其实也不太会紧张，可是喝完再上去表演真的是会很嗨，会很炸，很炸，会很失控。当然那种失控的那个音，如果现场录音，单纯录音的话，那个唱的可能会没有到很好，可是现场气氛会很好。但是像你清醒的时候都已经 bad to be found， 那你一喝多怎么办？ bad to be found， 一喝超多，全部糊在一起，会吗？你会有这个问题吗？
因为咬字不清。我可能喝完之后咬字就太清楚。不是，看到校上有人跑去尿尿、欸，看到不可能又去尿尿吧？他可能偷往下瞄，大概就是。对，他在看那画儿。不是，是忽有庞然大物跋山倒树而来。你怕你在怕什么？你没事没事，略过这题，我怕你上新闻、啊。伦叔你在吃什么？伦叔你也下流哎、欸！哇，哎、欸、我也有这个哎、欸，哎、欸、我也有这个、欸。伦叔你真的很下流。你没有吗？你们都有吧？有啊，我有洗手。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没洗手呢？请问一下，为什么大家都说我没洗手？我不是问你有没有洗手，我说你有这个吧？说留言，为什么说我没洗手？请问一下，出来辩论，为什么没洗手？你拿了手机、欸？那我拿了手机直播，是不是代表我就要用一只手在扶着它？对啊，我是不是也要洗那一只手？哦，你说，可是你这样搓不干净啊！你这样搓不干净。哇塞，你很灵活哎、欸，是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觉得我没洗手？我有，我有洗，好吗？我找到了。Good and lovely, yeah。这个真的很赞哎！但哇塞，你开吃了？对了，来吧，杀戮吧，杀戮一个吧。三个吃不胖的人，对我一个随便吃就胖的人哦。不是啊，是高蛋白棒哎、欸，你可以吃啊，小鹿。我那个，我那个都给王大陆了。啊？我那个东西都给王大陆，因为我不太吃那个，我怕胖。你的声音闷住了，看的。我声音很闷吗？刚刚闷住了，刚刚。哦，我刚压住了吧？吃这个还好吧？我不行，我是真的喝水都会胖的人。哎、欸，但是这是淀粉吧？我跟你说，棒子应该是淀粉，可是上面是巧克力。哎、欸，而且你看，它是油脂还蛮高的。而且你看楼君，你看楼君说，他躲在厨房偷吃，不想要凡凡吃。没有，我在。哦，楼君说你在嫌弃凡凡。哈？你就觉得凡凡太胖了，不跟他分享？没有，不是你讲话好失礼哦，黄轩讲话很狠哎。对啊，你怎么这样说他、啊？你什么意思啊？黄轩真的是、啊，他已经瘦很多了，很过分了。他瘦很多，我是说，你是不是在？对不起大家，你看、啊、你看吧，凡凡留言说他听到了，真的凡凡真的瘦很多哎。哎、欸，那你是一口会把一碗吃完吗？还是你会分天？就一次吃完、啊，一次吃完啊？对啊，这热量不低耶、欸，舒服啊！这1098卡一份、欸。黄轩，你现在开道歉记者会，凡凡走心了。不会走心，我刚刚很熟了。哎、欸，真的、欸，一千零这。教练留言了，教练留言了，好不好？教练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反班？他很瘦。哦哟，哎，教练这可以吃吗？教练这可以吃吗？教练留言一下。教练，我是都没在吃了。教练明天下午排一下课好不好？我们那Zoom要上课。他说这个1098卡是你要把这个巧克力酱也舔掉吧？哎、欸，我都有舔掉。哎、欸，1000卡太夸张了吧？1000卡很高哎、欸，难怪，难怪什么？越健越胖是？对啊。哎、欸，这个真的，我完全没有，我完全不吃那个，我全部给王大陆了。但是说别怕，比你们 whisky 的热量低啊！你说 whisky 嘛 ？whisky 哪有？1000卡很高哎、欸，其实1000卡蛮夸张。嗯，我先放旁边好了。先放旁边。没有，他有出那种。我刚第一眼看，
100公克2113，我想说哦，100公克2113，那这个是没有，你看错了啦，怎么可能1000卡啦？看啦，真的哦，264大卡啦。那它1098 kj 是什么 ？kj 是什么？不知道哎、欸、，kj 单位。查起来，吓我一跳。卡是 kl 吧？卡是 kcl， 千焦耳，这是千焦耳 ，kj 是千焦，千焦，千焦，千焦是哦，所以可以吃喽。对啊，没事啊，那个。大卡而已，一碗饭呢、啊、，OK 了 ，OK 了 ，OK， 那 OK 了 ，OK 了，吓死我了！我想说，哇靠，哇，死我！刚刚差点那些全部拿去丢掉。你们三个确认之后开始狂嗑，安心了，都吃起来。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观众，书读的少，我不知道千焦跟千卡在哪。重点是我们刚刚听到他这样讲，我们连看都不看，直接东西那就直接放着。对，为什么说话？好好哦，嗯，不是，因为我刚刚真的吓到，因为他不是有出一罐那种，就是单纯是巧克力酱，嗯，然后我昨天用两片还是三片吐司，我就把那整罐酱吃完。这个酱好像就是都是蛋白的样子，对不对？欸、没有，它其实蛋白质在一份只有。千九克、啊，还 OK 啊，十克左右，不错，可以啊，算高的。哎，凯，你现在算很瘦了吧？对啊，哦，为什么你的脸越变越小？等一下，让我确定一下，是你这个滤镜的关系？是滤镜的问题，是滤镜。真的？哎呦，哎呦，我两份。哎呦，是不是？哇，我的脸，哇塞！你看用那种没有修脸的滤镜，你看，其实你没有修脸，因为你的脸还是很小，没有修脸的。为什么我的这么爆啊？你看，直接胖起来，所以还是需要修脸滤镜。其实我今天是 cheat day 啊，因为我今天晚餐吃汉堡王。你今天晚上吃饭，你看滤镜变超瘦，超爽。嗯，哦，不好意思，大哥，打太大，吃太爽吧？拍谁？吃太爽了吧？直接撑起来，对不起大家。哦，你的那个生日派对，你打算几点开始啊？对啊，哎。直接设个闹钟看你的生日派对。啊？对啊。对啊。我不知道，我跟家人吃完饭之后就开始了吧？可能八八点吧，八九点。直播吗？直播。直播。所以就是一人上去，然后就给你下一杯嘛。对。看下一杯还是你要下几杯都可以。那我们现在要不要？我们现在要不要赌那天差不多可以开到几点？我觉得啦，我觉得我那天会怎么样，你知道吗？我觉得我那天我的经纪团队应该会在我家门口，随时待命，要进来搀扶啊！一发现有事情讲到不对的地方，他们会直接破门而入，直接破门，像那个像警察这样直接撞进来，这样把他拉走，这样，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你。反凡一直爆料什么东西啊？他爆料罗云硕吃什么 cheese 棒还是什么的？哦，对，我今天晚上吃汉堡王吃 cheese 薯条，这不是业配哦。反凡说你自己叫，你 是没帮他叫？没有，他今天在工作、啊，他自己说，如果你今天要吃什么的话，你就先去叫。对，反凡不用管我，他有特别讲，不用管我。哎、欸，所以。你觉得我这个直播的方法是好的吗？会不会死掉？我觉得差不多。我觉得你少一点，因为你是房主，你可以决定大家上来多快，你知道吗？啊、你可以配速。
我可以踢掉旁别人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喝完就换，喝完就换。你先把游戏规则好。不是我的意思，我可以。你不急着踢掉人呢、啊？你不急着把人加进来啊？比如说好，比如说我遇到你啊，楼俊硕，你一直灌，我有办法把你踢掉吗？不行。可以啊，对你、啊。哦，可以啊，你可以把我踢掉、哦，可以吗？可以，你按那个加，就是左上角的人的那个，然后之后按移除，就移掉了。哦、对，哦、嗯，对，左上角可以直接踢人。哦、哇，会不会有时候我们断线跳出去都是被他移掉的？以为是网卡了，就事实上是有牛肉、啊。对啊，移掉之后他说：“哎、欸。”哎、欸，奇怪，怎么哎、欸，他当掉了？妈，吵死了！直接按移除。谁会加入我生日的直播、欸？哎，没有，你就每个人加个一两分钟这样啊。你就是、欸、那这样子也喝很快。你每一个人进去，就现在喝。我反而是觉得你同样的人留久一点，这样比较不会死太快。哦，大家聊聊天什么的嘛。对，我是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你就规定一个人只能就是上来一次，只能跟你喝个一杯到三杯之类的。哇、wow, ，反正我是已经准备好了 ，LTA， 好猛！哇哇，这是发光那个吗 ？Yeah， 它是什么？它是 Tequila 吗？是的，好炸，好炸！然后 Aaron 你会随着大家换酒吗？红与发光。哎、欸，罗俊说：“哇，发亮了，炸起来，准备炸起来，开起来。”哦，派对模式。但是，那应该是你对方喝多少，我就要喝多少吧？对啊，而且对方喝什么酒，你就要喝什么酒。我家哪有那么多酒啊？你要先准备好，你是开酒吧？你就看明天凯凯跑去 Asylum 直播，不是我的酒吧已经关了，我酒吧已经关了一个快一个月了吧？对啊，没有进酒了，酒放在那边会坏啊。不，已经没有进酒了，已经没有进酒了，之前都喝完了是不是，大部分我们会有库存的量会算呢、啊。我们想说要开个艾必斯哎、欸。哇！我觉得好危险哦。上一次，然后干个 IBC， 然后被你踢掉之后，然后下一次进来，然后拿五八高粱，然后再下一次，然后再进来再拿一个什么的。邓凯，你觉得你可以撑多久？几个小时？不要混酒，我觉得。不要混酒，如果纯粹一种吗？我操，三个最多，紧绷。三个小时，但我只会清醒一个半。那你会直播吹蜡烛吗？我没有蛋糕啊，会有的，会有的，哦，会有的吗？一定会有的、啊。哎、欸，我觉得，哎、欸，我说不定每个人都帮你准备一个蛋糕，你要一直吃不完，吃不完。你连啊，这，每次进来哦，现在龙俊硕进来，生日快乐，许愿，然后下一个换一个人，然后生日快乐。没有，我觉得龙俊硕不会。哎呦。因为我听说，我就说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出门了。我相信他买不到蛋糕了。哎、欸，你知道蛋糕可以叫外送吗？真的假的？我很常这样，就蛋糕可以叫外送。别人生日，然后我去他的派对之后，我就直接叫外送蛋糕，然后他就觉得哇，你还特别准备蛋糕，然后其实我就是 Uber E 一下就有。Uber E 有外送哦，我蛋糕啊，有啊，蛋糕店啊，面包店啊。那个什么哦，85°C 啊，敷衍人专业户哦，罗俊硕，敷衍的这哎、欸，这也是一种心意，对啊，别人心意蛋糕也是一种心意啊 ，Yes， 必须是的。好，我觉得我觉得后天就是想大战，完蛋了，完蛋了。哇，我觉得你可以先做一些准备。有没有可能没有出门过生日比出门还醉啊？真的大半啊，肯定会啊。但最后是这样，我看最后是这样。大家我已经30岁了，我讲。大家想要听我，听友都讲啊。
讨厌的艺人哦，啊，好难讲，那个人他妈的人鸡巴了，好赞哦，好期待哦，好期待哦，好猛哦，你真的要给你的经纪人一百，我觉得，我今天他随时看，我随时破门，我看我今天一定在门口。而且要让你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就 hold 住，大家都先不要灌你酒，就让你微赌一点。我们小小赌一下，凯，我们小小赌，我们对赌，我们四个人就赌100块就好，小小赌100块。是凯凯生日直播那天，我们有机会在镜头里面看到他经纪人。有吧？应该有机会吧？哦，压力好大哦 ，fuck！ 这样好了，欸、你可是凯喝醉是那种会冷消微的吗？不会啊，对啊，你就看我喝得住的话，那其实根本就没事，好不好？你就看我直播就知道啊。我跟瘦子那个时候，我其实我大概是最后有到六分醉哦，六分还好吧？所以我那天可能会到九分啊。你那天状态看起来很好、欸、我觉得你那天是四个人，你看起来最不醉。我六分，那天是六分，差不多六分。你九分会怎样？哇，很呛。哇！我真的会这样。没有凯九分，基本上就睡觉了。没有，我会讲一堆很干的话。你跟洪轩喝的时候，应该有喝醉过吧？因为洪轩都会很顾形象，说我喝醉，我先走了，然后就跑掉。我是属于不好。肝不好，他没有看过我喝醉。肝不好型选手，我都很早就回家了。哎、欸，凡凡说完全没看过。对啊，很少。凡凡，我看过你喝醉哦。那天真的头很痛。那天真的头很痛。那天真的头太痛，你知道吗？那天好嘻哈，好爽。那天太失控了，那天，我天哪，我快气死，你知道吗？气死了！重点是他昨天跟我说，我完全不记得。他说：“啊，我怎么可能这样子？我怎么可能脱瘦子的帽子？”哎、欸，他没有脱瘦子的帽子。比如说这个是帽，这个是帽子，对，这个是帽子。反正那天是这样。哇，反凡一喝醉变饶舌歌手啊！反凡变什么啊？因为瘦子有点懵，然后瘦子假设这个帽子吧，瘦子就这样，哎，我跟你们讲哦，我这样，然后反凡一走过来就这样，然后瘦子就这样，哇！我酒都醒了，我说，你不要说你酒醒了，我才醒吧，我直接岔起来，是吧？瘦子头发，瘦子头发直接乱七八糟，然后这样，哎呦，哎哎，你知道最你知道最屌的是什么吗？然后瘦子又把帽子带回去，嗯，然后他又来。反凡真的很猛、欸、然后隔天我马上传讯息给每个人道歉，我传讯息跟每个人道歉，然后还有瘦子不记得，瘦子那天也是喝醉，他也不记得发生什么事，瘦子跟我说没事啦，没事啦，好玩嘛，吓爆哎、欸，喝醉应该都蛮正常的，我觉得大家酒品都很好。我觉得我们酒品都蛮好的，对，酒品都蛮好，每个人喝完酒都蛮正常的，对，没什么短行的人，就是变得很好笑而已，就真的会变得很好笑。对了，我感觉到我这只手机要发烫了，对呀，对，你有装保护壳，你先把保护壳拿掉。没有，我这次没有。可我这次跟你一样，然后都没有发烫。我这次是12。十二比较不会发烫吧？我也是，我也是十二 Pro Max。不是，我这只是十二，我现在这只是。暂时你是发烫那只 Pro Max。对 ，Pro Max， 十二 Pro Max。我是XR，我还好。
我也没有烫哎、欸，我也还好。我家那天非常烫。嗯，那天之后我就不让凡凡喝酒。那天之后他就没有再喝醉过。而且那天是我第一次认识大家。哦，对，那天是，对，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娄俊硕，第一次见到凡凡，第一次见到高尔轩，全部都在同一天。哦，好炸、哦，超炸的，好可怕。那时候是慌的吗？有点慌，然后我还跟娄俊硕换了 Line。哦，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互相 follow IG， 就是对，没错，那天还在尬聊啊，对，尬聊。然后我看你的电影，我看你玩狼人杀，对，就尬聊，然后哇，这真的很尬，然后尬爆，然后罗英说这边就扛这个女生的这样，啊，对，我有看你电影啊，对，哈哈哈哈。IG 加一下，对，哦，改天联络，然后。哈哈哈哈哈！好笑。换一下，好，我先走，不好意思，我先走，我帮你叫车，哈哈哈哈哈！好好笑哦，我天哪！哎、欸，也过了一年了哈，好快哦，时间。哦，超快。对啊，一年吗？哦，差不多一年，一年多，哎、欸，差不多一年，差不多一年，一年前。哇操！时间过得太快了，超好笑。Man 发生太多好笑的事情。对了 ，Man 那天我，而且我那天是我第一次去 Man。你的第一次去 Man， 然后就遇到我，然后 Key 的第一次去 Man， 然后也是跟我一起。哦，是吗？对啊，就你们那 Man 的时候，因为我先跟寿司在蓝屿遇到嘛，我们在蓝屿就约好说我们回本岛之后就约他的店，对，然后就约好之后呢，我们一去，哎呦，我操，怎么那么尴尬？他们在开会，对，我们在开会，然后就先看瘦子跟罗俊硕跟高尔轩他们一群人，还有大渊他们一群人在开会，然后我就自己坐在旁边，然后喝酒，然后干嘛开瓶酒什么喝，然后他们终于开完会，开始准备要开始喝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后就全体炸掉，全体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没有一个半小时而已吗？我记得一个半到最多两个小时。哇，你们速度很快、欸！因为我记得我两个小时后我就找不到厕所了。也只有因为只有一间厕所，没有，那间有人之后，我就真的是我记得我也差不多，我那天应该有七八分，我也是一直在摸，我就一直摸，然后瘦子说你在摸什么？我说哦，你们店厕所在哪？他说我带你去 VIP 厕所，然后带我去个 VIP 厕所，但这个就不能在这边讲，对他们 Man 有一个 VIP 的厕所很屌，知道。哎、欸，但是不得不说，善存可能是我们这四个酒量数一数二的、哦，我觉得。善存的酒，他不太外显，但他酒量很杂，蛮好的。我是改天有机会。我是会看掉，然后一直讲一些我平常不会讲的笑话，然后就这样一直醉醉的维持到最后。他可以撑超久，我觉得疫情后大家可以一起一次，真的蛮屌的。我们可能到一个点就 pass out， 他不会，他没有那个 pass out 的点，他会这样，这样，我觉得很猛。我也没看过罗俊硕喝醉，罗俊硕你是不是也不太醉啊？没有，我很醉哦。我喝很，可是我喝醉其实就是开心，然后我会知道我自己在干嘛。我喝醉就一直笑，也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就一直笑。然后凯喝醉会，你喝醉会追酒，你追酒就在那醉。哦，凯是对，凯是喝醉整个人倒插在草丛里面。凯，你在看你的那画儿吗？哎，你为什么又去上厕所啊？凯，你那个膀胱的容量的部分是不是不足啊？机体量太满了，厕所一直上啊。就是有一点那种前列腺症状还是？对啊，你算是比较不持久型选手哎，你尿三次哎。
容量不足啊，你要升级一下。等一下，哎、欸，你们厕所不能讲话是不是？有这规定是不是？不是，因为他有那个。可是我有关麦，我有关麦。你哪有关麦、啊？他刚在关麦。我刚关麦。我们都听到水声音了，哪有关麦？我是故意开，我证明一下我。他关麦的时候一定把他那个夹住，就不尿这样。开麦不尿。掉，而且为什么你尿尿要笑啊？看，哎、欸，他是这种，哎，他就洗手，哦，洗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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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了没？放了没？洗手，而且为什么凯？为什么你每次尿尿都要那个微微笑？为什么？明天的标题就是凯尿三次尿才洗一次手。靠北，我没有微微笑，我刚才是听到你们讲话我在笑。哦，为什么每次要看着人家画人，然后咪咪啊球这样？他也在笑什么？就有点满意啊。玩一个屁啊！哦，我的。不要聊，不要聊，这样新闻又来了，真的，哎、欸，糟糕了！欸、被讲的我好紧张哦，紧张什么？生日啊？对啊，好期待，好期待哦！我从八点开始的话，九点好了，八九点开始，哎、欸，还是你变成用 YouTube 直播，然后导到用 Zoom 的连线，然后导到 YouTube 直播。不是，但我 YouTube 订阅人数只有八万人而已、啊。没差，你发过去，大家都会进去。啊？我们就可以，你就可以十二个人，大家一起跟你一起喝。哇，那他这直播可能只有二十分钟哦。对，我下课，我都快结束。我在十八分钟，然后就这样。对，毕业毕业，摔乖摔乖，然后就再见了，就直接没有了。八点二十直播结束。罗文硕，你说那个，你想我，哎，你想我帮你，再喝一杯了。罗文硕，你说那个，你想我帮你约那个妹，那个你还记得吗？你不要乱讲话。哎、欸。是不是不要一起？是不是不要一起？好失控！一个生日一堆人失和，抱歉哦。一个生日震撼了演艺圈呢。太猛了！八点号，六月十八号八点。我明天不要加入。六月十八号吗？六月十八号应该是，我猜八点或九点开始。哎、但我还是你要明天过十二点就开始。你说十七号的过十二点开始这样？对啊，所以十二点开始直播。对啊，十二个小时，现在十个半小时后。真的，你直播到一半，你把罗云硕邀上来，然后跟罗云硕冷消微之后，他直接在直播慢慢吵架，直接两个直接吵架，为什么坑都这样说你？二十二个小时后，不要吧？我觉得还是十八号到，我觉得最晚就到十二点过生日就停，最晚最晚到十二点屁呀、啊！你怎么可能十二点还停？感觉等等，我的蹭热度经纪人说八点太早了啦。那就十点、啊，嗯，好，十点好了，十点开始，哎、欸、哎、欸，对了，礼拜五哎、欸，好，可以十点，可以十点，哇，周末哎、欸，好猛啊！那个趁热度经纪人，你趁热度经纪人，你喊个时间啊，大家隔天还要上班上课，然后呢，你跟我说八点太晚，你公啊小了啊，直接怒。
你就想几点播就几点播啊，直播是一种感动，你设定好会有压力，你不如就，但是晚上啊，谁会早上八点在那边直播我生日啊？九点到十二点，你这场感觉比那个 Logan Paul 跟 Mayweather 那一场还好看，感觉你这个会引起，这个会引起一些论战哦。我没有，不是我说的，我不是我说的，这还好。比那场拳赛好看，这还好吧？那场是确实蛮难看，但那个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给他一拳之后，还把他接着，把他扶着这样。哦，你说他们好像乱打，那为了赚钱很无聊。啊、好了，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跟我家人吃饭应该会吃到差不多八点多，快九点。你不装法一下吗？生日、欸，我有必要装法吗？也是出生就装法好了，考虑也是鼻血都流好了。我是说刚跨十八号，跨十八号，但他隔天还要上班上课哦。对啊，我觉得就是礼拜五晚上了，礼拜五晚上，十八号晚上跨十九号那个，嗯，所以可能是帮吗？凯凯啊，生日直播服装有没有来点 surprise？生日直播服装，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穿一件高领，高领，然后高领干嘛？然后奶头接哪个洞？我就知道要这样讲。你吃披萨吗？披萨哪种？好梦。没有吧？我不要，谁要 surprise？ 无聊。我应该就是。啊，六月十八的九点半或九点或九点半开始这样。我差不多你在喝到七八分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你最近不练很壮吗？看一下。哦，我跟你讲，我可能就，好想看，好期待哦！可以赶快六月八吗？拜托拜托，好不好？到时候就披萨欢乐送了，真的。披萨点起来，真的很困难呢。生日一个人这样很尴尬哎。不会啦，你会换人上，有很多人、啊，大家会有人跟你车轮战。对啊，我觉得我越后面要越安排一些正常的人。反正 Kid 在前面的，Kid 应该是第一这样。你说越失控的要放前面，越失控要越放越前面。不然后面会一起爆，是不是？不然我一直这样。我可以就是说啊，你说你那个演艺圈最讨厌的三个人啊，我就这样。第一个就是那个鸡巴狼那个谁。不行。哇，真的好期待你生日哦。很精彩，天哪。好棒，三十而立、啊，而立之年如日中天。第一，真的我要三十了要把那个就是看 IG 可不可以开那种账号权限，然后开个 K， 然后说好、拉了我就说上来，然后一打开又是 K 的，不行，我会封锁 K， 我现在我会拉黑他。你可以拿计时器啊，一个人上来限时可能两分钟，就上来之后第一开始，不管到哪里两分钟后就下去这样。不行，您。黄轩，你要知道，我演艺圈的朋友没那么多，蛮多的吧？没有，我一个人六呗。瘦子哦，瘦子不一定会回我讯息，所以他可能不会来。我想一下啊，我安排一下人数好了。我反正我就用第二只手机直播嘛，然后我原本的手机就拿来密他们有没有空这样。哦。Kenny Faried 呢 ？Kenny Faried 啊，你说 My Bro Kenny Faried right？ 会上来吗？我问他一下，他那个时间点可能还在睡觉。My New Bro， 刚上来一定超炸的 ，Kenny Follow 凯凯超屌的。Yeah， My New Bro， 期待，哇，你生日底下两万个人比你还期待。好了，那现在就我的那个生日直播可能还剩24小时内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可能就不要浪费流量在你身上。OK， 对，大哥说的是。好，到时候希望那个黄文轩跟善存还有罗云硕还有凡凡的粉丝可以一起参加我的生日派对，一起同乐。这是我30年来第一次生日快乐对自己说，嗯，所以希望大家生日快乐。你可以开放粉丝上来跟你祝贺，也可以啊，可以也可以，对，对，这中间穿插一点，对，换一下塞满嘞，很棒很棒。凯凯那天到底要做多少事情？他一定会炸掉，而且他到时候一定不会有这个思绪做这些事情。反正我一定就。我已经放弃那一天了，我已经放弃那天了。我想看你手忙脚乱的样子。我是觉得下礼拜大家如果有什么东西要宣传什么，下礼拜都是不适合发表，因为都会被他的新闻盖。对啊，放弃礼拜。啊，反正下礼拜大家我尽量盖地。好，拜拜，拜拜，拜拜。哇，剩我们两个了，图图。哇，刚刚太精彩了，天哪，我们好期待哦！618，快来！还是618，你要来我家一起看直播啊？我知道了，6月18号你要不要来我？6月18号，你方便出门吗？618我要那个啊，我有宣传，就是跟日本连线，晚上的时候。到几点？那你白天可以来找我一下吗？白天我看看啊，我要确认一下，怎么你要拍业配啊？好，不是，那你把他当工具人是不是？讯息说，好，讯息说 ，OK， 618见，凯，6月18生日快乐哦，凯，618见，生日快乐，到时候再跟你说一次，拜拜，拜。